这个老王跟同事在餐厅聊天，老王讲，经济如果再不景气，养家糊口都很难啊。这位同事呢就问他，你几个小孩啊？老王讲，我有五个小孩。同事回答，五个确实不好养。老王回答，孩子的问题是小事，孩子的五个妈妈才麻烦。